同学们，最近司令部正在查早恋，都注意着点，别让我给抓到了。啊，这我们班竟然有人早恋，反正不是我就对了。等等，我正忙着呢，记得帮我看好老师啊。喂，我今天看你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可能是我从地球带回来的 BB 霜比较好用吧。楼下小卖部正好第二份半价，要不这个给你。你说这月老怎么还不处对象呢？我这还拿你怕什么？是不是早恋？兄弟们，我发现操场上有人早恋，一男一女正拉着手呢。主任，你看，有人顶风作案呀！那不是我女票吗？好小子，跑得还挺快，被我逮着，看我不废你！老师别追了，我这是个误会，不过这是跟师娘解决个问题啊。哇，今天这觉睡得这么踏实呢，师傅也没拿头条砸我。